这里是三江之源，中华水塔，更是护佑生态安全的坚固屏障。在神山圣水间跃动的精灵们，谱写着和谐共生的生命之歌。青美是青海玉树的一位牧民，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30多年。金子毛布，我说的，他那金呢？金子毛布水跌起酿成了，他那金呢？浇高个生锈水呢？他那金子毛布，把热热、沙热，他那江河热、沉木热，他那金子渣么着？毛布热的个。